各书第四章第二至第三节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在我身边呢，讲真的，如果说在这方面悔改做得足的呢，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呢，我一只手数得晒，即做得足，悔改做得足，一只手数得晒，即这个是我身为一个53岁的老人家讲给你听，这个是个事实。即如果是我看做到接近日华那种级数啊，在悔改方面做得好啊，我再讲一次，我一只手数得晒，不超过五个在我们这间教会当中。所以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们似小孩子。小孩子是多轻易悔改啊，几轻易佢知道，如果真系知道自己系错嘅话咧，佢冇所谓嘅，佢唔会有自尊心或者好多呢啲嘢去阻挠佢。呢个就点解我直情系要主动去教翻策略家，因为我发觉啊，策略家成棚咧，慢慢开始形成咗一个嘅现象咧，系轻看咗呢样嘢，或者甚至咧系反感啊，吓唔知道呢样嘢，我哋应该欢迎，就系话悔咗改先至信，我哋要变翻小孩子咁。冇人会睇轻我哋噶，如果你变翻小孩子，当然唔系癫蠢嗰种啦，完全唔负责任嗰种。我讲紧唔系啊，我讲喺行真理上咧，要似翻个小孩子，唔会有人轻看我哋噶。我自己就系个榜样咯，系咪？我教得你，我唔系做过一两次，我由翻嚟香港之前已经做戏，而呢个自传咧，我攞路分享嘅时候，你会见到噶。但系问题就系话，点解我有生之年当中好多嘅球咧，唔系网球？好啦，但系问题去到另一啲嘢啦。我关于为自己求的嘢咧，系神唔会看为妄求嘅，只会俾更多我。但系咧，我为别人求嘅嘢咧，神就会话俾我听，我系妄求。例如我所讲咯，我曾经为到以前即系已经离开咗教会嘅啦，而家嘅一对嘅全职，咁嗰个男嘅就负责书室，咁甚至系家聚负责人嚟添嘅佢哋吓。咁个女嘅咧就成日都有病啊，病到七彩嘅吓，就是、甲状腺问题，哇眼肿鼻肿咁样，我低。第一代家聚负责人，当时啦，当年即系96年前，我都仲系有大家聚噶嘛。每一次翻去都见到眼肿鼻肿，每一次翻去都见到好辛苦吓、啊，即系满眼红丝咁样。咁于是乎，我咪教会除咗系俾湿频问佢啊，我哋知道啊有灵芝啊，咁啊樽樽买俾佢饮啊，后尾一箱箱买俾佢啊。我跟住就我为禁食祷告啊，但系问题嗰个咧，神系从来唔医嘅，因为后尾走咗之后咧，呢一个系。我以为数一数二咧最衰走得最衰嘅一个人，所以当时我为佢求告，希望神医佢，但系神俾唔俾啊？唔俾，因为嗰个系妄求咯。所以我哋一定要认识，就是原来妄求有好多种嘅噃，就系话呢段经文俾我哋知道，原来我哋所求嘅好多次，原来当我哋慢慢咁分类嘅时候咧，你就会容易去睇见我所讲嘅世情，你慢慢会见到一啲嘅事，所以变咗喺咁多年当中，有好些人我为佢。嘅富足祷告啦，有啲为佢医治祷告啦，有啲为佢嘅婚姻祷告啦，都唔得噶，都变咗妄求噶。咁到几年之后就知啦，知点解啦？因为点解啊？因为嗰人唔配啊嘛，因为嗰人佢自己唔悔改啊嘛。所以顶尖有阵时，我为你嘅病祷告，或者我为你嘅前途祷告，或者我为你嘅婚姻祷告，或者甚至我为到你嘅信仰祷告，或者为到你高升去祷告。但问题咧，如果你唔悔改嘅话，我嘅祷告都变咗系妄求，我为你祷告都冇用噶。OK， 所以变咗你如果想啊，人哋个祷告对你有功效，所以譬如好似我喺咁多年当中咧，我懂得去要求你为我代祷噶，亦感谢主好多谢当中即系好多你嘅弟兄姊妹啊，会为我代祷。但问题我能够使到你个祷告唔系妄求嘅话咧，就系我一定要不断悔改，我懂得悔改。OK， 我嘅罪隐而未见嘅罪，新嘅罪旧嘅罪，我都愿意悔改。咁我就会使到唔单止我自己为自己祈求唔系一个网球，你为我代祷代求咧都唔会系一个网球。咁而家你就明白点解嗰啲唔悔改嘅咧喺石安会觉得系个死地啦？点解啊？梗系冇出路啦！个个佢前边嘅领袖个个都听到神嘅声音嘅，咁边有出路啊？即系佢觉得扮得好似噶，我自己常常都知法犯法啦，我常常都做好多呢啲走法律罅嘅嘢啊，我常常都灰色地带啊嘅呢啲嘅。没人捉到啊！但系问题我冇出路嘅石安，咁你能够想象，
就算讲真的那些领袖真的觉得唉，人情上我都为你代祷啦，咁都变成网球，咁你能够想象嗰啲人真系成日都冇乜出路噶啦，系咪？但我想你知道就系话，有乜好得过就话你去一笪地方，你认识神，有永生，而并且神直成系用佢嘅同在同埋祝福去调正你自己人生嘅方向啦，有乜好得过呢样嘢咧？所以，表姐咁多年当中，我咪用呢个方法去调整我自己人生嘅方向咯，信仰嘅方向咯。冇错，我冇一个大牧师喺身边去监管住我啊，咁但系问题就好似以前有一啲嘅牧师咧，即系喺双水嘅时候，即系同我讲，哇，又话你冇牧师监管住你啊，你随时跌到有问题。但系问题咧，讲嘅嗰班人都而家有啲啊退休，有啲啊病死咗，有一啲都自己跌倒咗，有啲啊两个老婆，咩名啊？即系似乎佢哋跌倒仲快，原因。因为圣经里面一讲关于信仰，就已经用一个好根基、好有效的方法，不需要搞咁多宗派啊、执事会啊，唔通每个基督徒都有个执事会夹住佢，佢先至唔软弱咩？如果呢个基督徒懂得去悔改嘅话，而知道悔改嘅好处嘅话，佢巴不得由信主第一日已经悔改啦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可以衷心讲，如果你啊真系知道悔改好处嘅话，我话听。打死你啊！你都唔会咧将呢样嘢抌开 ，OK？ 因为悔改实在有太多好处，让你突破原有突破，突破到一个阶段，有朝一日咧，你自己回顾翻，你都唔认得嗰个系你自己嚟嘅。因为神所俾你嘅恩赐啊，神所俾你嘅祝福啊，神所俾你嘅高升啦，唔系人为咧可以取替嘅。咁所以点解你要咁粗要用咧？唔悔改呢样嘢，你断绝咗神所俾你嘅所有恩惠咧。使到你甚至喺石安你都冇出路，哇！咁啊真系嗰啲人一定抵死噶咯，因为如果神都唔俾佢有出路嘅话，边个够胆俾佢有出路？明唔明啊？但系调翻转，你会睇到好多初信又好，或者甚至系有啲甚至都未开始翻嚟我哋教会嘅，听住我哋讲到睇，佢生活当中已经多咗好多惊喜啊，多咗好多神为佢安排，多咗好多呢啲嘅神迹。但系顶尖妹，我想你知道。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见证就是说，如果个人懂得由那天开始持守住悔改的话，那那个只是开始。如果那个人回到来两三年学坏了不悔改的话，那他只是得头两三年经历这样的事。他只不过经历到就是说他自己的牧师在信主头两三年的事。但如果他好像他牧师那样坚持三十一年的话，我可以肯定他一样会有我三十一年里面神所给我的经历。神所给我的惊喜，神所给我的安排，所以你要看到同我一起，无论即是我身边的人同我一起去旅行也好，或者去玩好，他们会见到很多惊喜，他们见到很多神为到我的安排，在我的人生当中，或者甚至同我一起侍奉的人都会见到的，有很多神所给我惊喜的印证呢，是根本不可能人为的，绝对没可能。同我一起去预备信息的，无论资料员啊，或者是绘图员啊，或者策略家，他都会见到的。呢啲你估用我个自尊心就可以监到嗰样嘢出现嘅咩？冇可能嘅，弟兄姊妹，你信主咪已经岂不是放低你自己手所作工？你信主咪已经揭了你自己嘅血气？点解嬲尾又攞翻起，仲要攞起咁无聊嘅自尊心去抵挡神要求嘅最基本真理就系悔改啊？明啊？你人生都唔系无聊到咁啊嘛，做埋啲咁嘅嘢，你争咗啲乜嘢翻嚟啫？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至第三节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忘记往日愁绪，已经除挂虑，心坚决要爱神，永放开前泪，脸上暖过潮水，心不再唏嘘，一生要信靠全能主，立志跟他脚步去，要重新得救，心更盼望，在灵里欢欣，不会再空虚，今信靠永恒主，并牢靠他应许，现重生得救，满心感恩，在神恩庇下是无穷乐趣，他与我共
同行同奔，若是爱更显。